好，这个奖项我们是邀请我们中山国中的联组级林会长来帮我们颁奖。得奖的有六年一班曾玉琪、六年二班许浩真、六年三班张芷维、六年四班张芷荣、六年五班杨子明、六年六班叶俊凯、六年七班金国廷、六年八班王晨信、六年九班林玉轩、六年十班周佑杰、六年十一班黄佑成、六年十二班林玉恩、六年十三班林俊伟、六年十四班刘海宁。Thank you.
老师，一二三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这是我送你们的毕业祝福，然后未来应该很难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大家全部一个都不少聚在一起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珍惜剩下的这不到一小时的时间，所以等一下呢就可以自由的在教室里拍照，或者你要去教室外，但记住几点要集合。10:10回到教室集合 ，OK 吗？啊，祝你们毕业快乐！